还被挡住了。要红萝卜，红萝卜，红萝卜英雄。那个没有啊？怎么了？打红萝卜在左下。红萝卜要切，要切红萝卜要切。好，上面巧克力好了。OK OK， 出了。切萝卜。再来又是巧克力的单哦。巧克力上面有三个，切好了。好，结果，红萝卜是放右边的，右边的，对，漂亮。面粉帮我拿一下。不洗盘子。蜂蜜的有。借一下。面粉左边缺面粉哦。然后洗盘子。好，我洗，我洗，我洗，我可以洗。等一下那个队帮忙拿上去。然后下一个很简单。蜂蜜的，面粉我拿了，蜂蜜放进去，那是那还没切，那还没切，蜂蜜放了，蜂蜜放了，鸡蛋放了，那个是缺巧克力的吗？对不对？再来也是巧克力，巧克力，巧克力，上面有三两个切好了，巧克力喊出来，巧克力，来，巧克力拿，巧克力，面粉，面粉，打我英雄，打我英雄，来，我还能全部推走。我要洗盘子，洗盘子，洗盘子，好，那少一个面粉，没关系，我去拿。我觉得我们应该至少还可以上一道。好，你上。哟，哇，这个就没了，没关系。来了，可以了。巧克力呀、啊，蜂蜜呀、啊，1500啊，1500啊。一开始这种难的关卡，真的一开始一定要先囤单。嗯，我们囤了4份单嘛，就直接可以过了。过。啊 ，Simon， 哒哒哒。哟、哦，你说声音大，我调一下。900有，我们过啦，1535哎，哇，那下一关是吗？太空，上不去，右边可以上去哇，从这里绕，踩啊，还是要找右边，右边可以踩，有看到？好上面哦，跑酷游戏哦，超上面，跑那么远。寻宝成就解除，开关，到了，是不是？哦，当主厨的时刻了啊！来，可是这很难呢，这个比较难哦，中间会掉下去，340而已，340，它就是很难，才340。妈妈，来，妈妈主厨 ，Go！ 我是要自己组装，是不是？对，上菜员，好不好？你上菜。好，我会尽量帮你啊，好不好？这个是我看一下在干嘛。这个跑酷，妈救我，我死了！你们不是说帮我去拿面粉？我去拿下面的蛋。好，我再拿一个面粉。啊！不要掉下去了！你为什么留下巧克力？这个用丢的，再用丢比较好。需要蛋 ，egg， 不行啊！我接不到，太远了。来来来，丢。好，是。放，直接放吗？对，直接放。再拿蛋。直接放，不用担心。蛋，来。哈。哎呦，需要蜂蜜。需要什么？两份蜂蜜。啊，蜂蜜在上面，这好难。好远哦。好，我等下跟你一起去拿。我觉得这个一个人在这边就好了吧？这个这里可以拿，其他要跑路。其实我还蛮会跑的，真的。好。我要红萝卜，红萝卜上面拿红萝卜。没有，两份蜂蜜啊。哈哈哈哈哈！会掉的，真的吗？队伍碰撞啊！现在还需要一个蜂蜜跟一个红萝卜。左上哦，右上，都在右上。这个我觉得甚至多拿一点。好难了！快点，老鼠快！这是要跑哦！我靠！你们这样子，我的，这样过，不要推我！你要小心哦，导致全部没了哦！快走！啊！巧克力，捡起来！进烤箱！对，进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有，进了。喵，给我丢回去！不要丢回去！我闻到！红萝卜，红萝卜来了，红萝卜！我靠！结果喵！好，我去！第一单有了！你把面粉丢进去！
你好像可以斜的丢过去，我记得那个距离够，对，丢。他那个人要去旁边捡，要去旁边捡。送菜送菜，第一单有了。这个好难啊！来来来，你们缺什么？跟我讲，面粉吗？面粉、巧克力有了，巧克力。面粉差一点，差一点。蜂蜜，我要锅子，那锅子在里面。面粉最左边就有一个面粉，大大。锅子。面粉最左边有一个，最左边明就有一个。我加进去喽。加都需要面粉啊，都需要面粉，加。啊，两个面粉啊！啊，倒掉啦，倒掉了，倒掉，掉下去就可以，掉下去，对。跳下去比较快吧？啊，那个锅子在哪里出现？我觉得我们要再一次。对，我们要重新。大家先练一下巧克力，你知道上面可以往左下丢，那个左下接得到，所以要人去那边接。我就是往这边丢。哪里？等一下。你们看到那个砧板？右边一点点，那边站，对，站那边，然后巧克力丢的话就接得到，来试一试，试，这样子，然后那个老鼠去接，对，嗯，没站不够边，再过去点，有没有？有，好不容易，对啊，丢看看，有，可以，只是送餐就是拿去烤跟送餐会比较辛苦啦，辛苦，这个就歪了，可以了，这样就可以了，要我要站很前面。对，可以。那这一边呢？下面呢？这就只能送了，这左右不行，左右丢不到，太远了。送餐就真的要送了。对，送餐就真的要走的了。那我们重来。好，一个人顾这边呢，一个人顾左边，一个人在上面，一个人跑来跑去。妈妈，你可以组装好，然后放地上，就是请我或是繁星去送。好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喵汉在这里可以吗？你说我在这里吗？喵汉啊，面粉。好，来了。没有，走。是你，你要拿按一下吧，你不用按吗？不用按，不用按啊，靠近就会接住了。来来来来来，哎，有了有了，哎，拿掉什么？面粉，面粉来，妈，还有一个面粉来了，你要不是妈？我面粉都打到你了，怎么可能不接？来。好，结果，我面粉都可以抽到你了耶！不行，老鼠实在太短了。有了，这次还缺什么？好，蜂蜜两个蜂蜜，帮我切。啊，好，没有，我觉得再一次啊，接的妈妈接好了。好，啊，好。没有，我的都可以抽到喵哈了，接不到。我也不知道，我看一下，不是吗？他不用按，不用按，靠近就可以了。不用啊，完全不用按啊。不用。